一起齐声问候：师尊好，师母好，大家好。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，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嗡啊吽，观想顶礼，回天心散印。二拜诸菩萨，嗡啊吽，观想顶礼，回天心散印。三拜诸护法金刚，嗡啊吽，观想顶礼，回天心散印。四平等一起受。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。请师母莲香上师上座，请长老仁波切诸位上师上座，请教授师法师上座，请讲师助教同门善信大德就座。今晚的同修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廖东洲大使及夫人朱迪师姐。欢迎台湾雷藏寺公关主任王资祖师兄，欢迎长荣航空机长杨文忠师兄，我们也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，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站起来，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。我们先从龙边开始。麦克风没开。顶礼师尊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澳洲的莲花少峰。欢迎。请问龙边，好。师尊好，师母好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我是来自香港的莲花小丹，谢谢师尊。欢迎。师尊好，我是香港来的莲花慧敏。欢迎。师尊好，师母好，我是来自香港少林莲花少林，大家好。欢迎。前面顶礼师尊、师母、林波杰、还有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，各位师兄师姐，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真佛基僧社本经同修会讲师李松英，跟我一起来的有几个几位，我们先接自我介绍哈。欢迎。顶礼师尊，师尊好，各位上师同门大家好，我是从此来香港的赵小凤。欢迎。莲花美师，师尊好。欢迎。师尊师母好，我是莲花嘉文。欢迎。师尊好，我是莲花慧师。欢迎。师尊师母吉祥。师尊师母阿弥陀佛，上师法师大家同门晚安，大家吉祥。我是来自荷兰，跟儿子金车来朝圣师尊，感恩师尊一起来加持我们，谢谢师尊，再感恩师尊，谢谢。好，欢迎。
顶礼师尊跟师母，仁波切中上师法师，教授师，助教，同门三圣大德，大家好，我是施南方，我是因为这个疫情呢，已经三年了，今天我是第一次来这里，所以很感恩师尊加持，我没有宗教，那个 COVID-19 没事，我打了师尊，而且呢，今年我来这里前个礼拜我就打那个感冒预防针，就没事，谢谢加持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欢迎法师。师尊佛安，师母、各位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同仁，大家晚安。我是弟子莲花一雷，三年后再度驾车由加拿大卡加利返回西雷，非常开心，感恩师尊加持，欢迎。师父，我是莲花一雷，欢迎。好，顶礼师尊，师母，感恩。上师、法师、教授师，各位助教、讲各位同门，大家好，大家吉祥。我是来自耶加达彩虹同修会莲花所楼行主。这次我们来总是有九位，起来这个。这位是我师姐莲花金枝，然后九位同门一起起来。OK， 这位是师尊好，我晚安，师母好，我是丽达助教，欢迎。阿弥陀佛，师尊师母，大家好，我是莲花爱莲，欢迎。我是莲花。方成勇，欢迎。师尊，我是方家文，欢迎。阿弥陀佛，师尊，我是莲花德林，欢迎。师尊师母好，我是莲花木红，欢迎。师尊师母好，我是朱莉安娜，欢迎。好的，这边还有要自我介绍。阿弥陀佛 ，Good evening， 苏川、苏母、上师、法师、and everyone。I'm Linh Hoa Phương Thảo from Vietnam. I'm living in Croatia. I come here with my husband Stuart Pasic and two sons Omar Pasic and Aman Pasic. I'm very happy to come here, and I want to say xin chào.To everyone, and I come here with a big love from Vietnam, and I want to say we are all from Vietnam. We have wish that Grandmaster can stay long and stay healthy with us. We love you, Grandmaster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先生。好，刚刚啊，那个麦克风传太快了。龙边那边是不是还要自我介绍的？如果是的话，请站起来。我们将麦克风传到那边，有吗？好。师尊师母，你们好，我是莲花瑞宇，我们来自那个一如雷藏寺 LA。我女儿是莲花，太紧张了，张妮。好，欢迎你们。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？啊，湖边这边呢？没有了吗？是吗？好，那我们呢也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长老仁波切这位上师、教授、师法师同门三信大德前来参加同修。